情话，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精确的算法，隐形的盔甲，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目标原本就看不见，崭新的梦如何实现，从原点到终点，地平线有多远，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冲破层层的包围圈，未来赛博一剑，一幕幕实现，以梦为马，世界复杂，简单的心去对答，一步一步出发，低头指向天涯，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感动着脚下玄了，我当时上去就把他那山给他关了。现在好点了吗？不好了呀，大神就是大神，人吓得跟好莱坞电影似的，最后一分钟反败为胜。如果不是加藤清正失误的话，这一局就无力回天了。我那本书对你特别重要吗？心情还是不好。赛前被人拥抱了一下，情绪缓解了很多。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你嘛。晚上去吃蛋糕吧。我看你比了一天赛也挺累的了，心情也不是特别好，等你拿到冠军我们再一起吃。程良。啊，刘总接电话。哦，我先去接电话啊。等你比完赛，我们一起吃。加油比赛啊！好休息。你好，你好，能讲一下比赛情况吗？你好，能讲一下吗？说一下吗？说一下吗？盛先生，请跟我们讲一讲好吗？刚下哪儿了？赵延勋胜。아맞다조선생아不是那曹先生我一直都非常好奇比赛的时候一直盯着我到底是在看什么不怪看不惯，哎，算了，你别生气了。为了一本破书，值得吗？再说也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我又没有自己留下，我随手就丢了，这也不算偷东西。你到现在还不认为自己错了是吗？那不是偷是什么呀？那我也是为你好。啊，
你就这么帮我是吗？那今天盛景珠的状态就是没有以前好。我当然知道。可这是我想要的吗？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要凭自己的实力去赢的。我知道你早晚都能赢的，那我不也是想尽量早一点吗？那你就用偷吗？当年你爸你妈把你托付给我，你就学成这样是吗？ 我也没哪样，还有理。行，行，你回家吧。你现在就买票回老家，我管不了你了。哥，你怎么就不明白我呢？我那不都是为你好吗？早就看那个盛景初不爽了。滚出去！出去！出去！哥，你别生气了。滚！ 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看你这些年赢这个赢那个，可是偏偏一遇到盛景初就输，因为那个盛景初，你少拿了多少的冠军，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吃不好睡不好，疯一样的练习，那我看了心里也憋屈啊。哥，不要让我走好不好？让我跟着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啊，哥。 错了，起来，小景初啊，小景初，这本书。 你看的怎么样了？啊，师傅，我看不懂。你当然看不懂了。师傅给你这本书啊，是为了让你长大以后慢慢看的。哎，师傅给你讲个小故事怎么样？好啊，师傅，您讲。这本书的作者呀。 叫老子。老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拜了一位先生，也就是师傅，叫商荣。有一天呢，老子问了他师傅一个问题，结果没想到他师傅也不会答，没有答案。哎呦，老子就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内疚，他就觉得我不该问这个问题。结果呢？ 他师傅没有怪他，笑呵呵地跟他说：“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答案没关系。也许呢，这就是你今后探索修行的方向。也许有一天，你有了答案，那个时候，你就会比师傅要强了。”啊，师傅，那我能超越您吗？ 赵先生，你睡好啊？小景师兄状态好像还是不是很好的样子。你昨天没去陪他吗？我昨天看他心情不好，我就没敢去打扰他。再说了，昨天不是赢了吗？哎。
昨天是加藤疏忽了，重要的是赵延勋实力强劲，尤其擅长心理战，他比加藤难对付多了。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就应该和他一起去吃蛋糕的呀。哎呀，别担心了，我看好他。盛景初是大神吗？可以看到，我小井师兄还是很有气势的。不过，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你是想说他外强中干，前后思路有点矛盾是吗？也不至于，夸张了，你说的。你看我们小井师兄这个状态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就是可能比之前的一些状态要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可以看出来啊，他这两步是明显的失误。有时候就是这样，旁观者清。这局如果是我来下的话，不好下的地方我会脱先。这一步，我会先点三三，这样局势就完全不同了。小景危险了！危险了怎么办呀？赵延勋，胜。
向你说。怎么了？没事儿，这海边海风太大了，吹的。没有难过，一局棋而已，下一局赢回来不就行了吗？再说了，你一个大神，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哎呀，你干嘛呀？我没哭，咱们去吃蛋糕吧。不是说等拿了冠军一起吃吗？馋了，想吃。好。这一块是给你点的，我很少吃蛋糕的。不是你说的吗？吃甜的会让人开心一些。好，听你的。亮亮。你刚才为什么哭啊？我看见你停重认输的时候，眼看着天花板，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没有人是常胜将军，输棋了虽然难受，但每个棋手都需要面对。可是你本来不会输的呀。如果那本书没丢，或者是我昨天来陪你吃了蛋糕，跟你聊聊天，又或者说我给你做了一顿好吃的，说不准你心情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今天在沙滩上的时候，我就特别自责，就没忍住。舒淇是我自己的原因，与你无关，你不要冒杀妻自责。那本书虽然对我很重要，但我不可能时刻带着它呀。总会有这么一天的。师父当时送我《道德经》，就是想让我看淡胜负。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书虽然能读得通，但还是很难做到。刚刚输了棋，还是没有办法放下，还害得你跟着自责。就明天一天休息时间，后天就要比赛了，你调整得过来吗？我尽力。吃蛋糕吧。
这景初啊，从一开始布局就连连失误，你看看，这几步根本就不是他平时应该有的水平，看到了吗？这一片，即使他什么都不像，也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你看看，所以呢？哎，程了，姐姐，你怎么来了？这是程了。哎呀，你就是程了啊！我们终于见着面了啊！谢老好。啊，这个是给您带的礼物。哎呀，你看。你还这么客气，哎，谢谢谢谢啊，哎，景初呢？他不是要跟你一起来吗？嗯，他看起来是若无其事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还是很难受，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导他，我只能来找您了。你别急啊。师傅，什么意思啊？输一盘就不会下棋了？师傅，我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呀，本来就不该来，你说你至于吗？啊，那不就是一本书而已吗？你还真拿它当拐棍了？要知道这样啊，当初就不应该送给你那本书。书是给你看的，不是让你拿来供着。知道吗？师傅，是我做错了。我不应该因为那本书心智大乱，把棋下成那个样子。这还像你说的话？那再给你一本。您不是刚说过，不让我拿它当拐棍吗？这可不是我买的。这是小程了让我给你送来的，他还特意跑到道场去让我过来开导你。啊，哎，小姑娘真是不错，长得也好，招人喜欢，在那儿跟我说你的事儿，说着说着呀，差点就哭出来，一直在检讨她自己。这么好的小姑娘，你可不能错过了啊！你瞧瞧，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瞧你那点出息，去去去，拿酒去，跟我喝两杯。正好聂老上次送的酒还给您留着呢。拿去。好久没有跟你聊这么长时间的天了，哎，好好早点休息，明天还得比赛呢，啊？好的，师傅。哎，对了，那本书虽然是程了送的，也别连夜看啊。嗯，走了。到家您跟我说一声。好嘞。
师傅再见。哎，赶紧回去休息。身边走过，悄无声息就消失了，背影轮廓在你的眼眸中陷落，想念无处可藏躲，等风吹来的那一刻，捎去寄托，请原谅我的大神，明天加油，看好你哦。盛景初今天有你新送的至圣法宝，肯定能状态神勇了。嗯，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呢。发给我。别动。好。怎么了？脸上有字儿。啊？脸上有字儿？什么字儿？言不由衷。你又跟我胡扯。哎，来了来了来了，快！您对这次还有信心吗，盛先生？盛先生，今天状态不错啊。他在干什么呢？不会是看你呢吧？没问题了，他今天肯定会。
解释。呀！赵元勋现在肯定特别难受，轻点笑吧，小心你的鱼尾纹。反正是赢了，扇子给我。怎么拍你自己大腿？用你管，反正小景师兄赢了韩国欧巴了哦。小景师兄赢了，我当然是最开心了，而且他们俩多下一盘，我还能多看一会儿韩国欧巴。盛先生，盛先生留步，能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你们家的酒店隔音太差了，导致我天天失眠，比赛还失利。这件事情，你们要怎么处理？刚给您重新安排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顶层，那里隔音很好，您放心吧。顶层啊，我恐高。那您看几层合适，这就给您换。哪一层都不合适。那家的酒店色调太暗了，影响我的心情。您看这家好，楼层低，色调暖，四周安静，符合您所有的标准。一点都不符合我的要求。你看，这就是个问题。这酒店旁边的大厦这么大，挡住我所有的运势。你是在暗示我在劫难逃？郑先生，两位一直在探讨住酒店的事儿，为什么要把我叫过来？其实是赵先生，他，你说得好，意在等你说话。我要去你家住。去我家住？你就能下好棋吗？那就拿点铁豆萝卜能吗？那当然。第一场我明明就赢了你，这一次输的，就是我休息不好，发挥失常。第一场赢我的时候，你也住在那个房间里。我告诉你，这样的影响是会越来越累积的，我已经到极限了。只要是睡眠的环境一样，这场比赛才会公平。你住在家里，我住在这么不符合我的酒店，你胜之不武，这么赢，有意思吗？好，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这个我要参加的，回来。这个不，喂，坐那边去。好。句号，看。哎，你也来看电视了，有什么好？九点之后不能看电视。这么无聊啊？好。好无聊啊！好饿啊！酱啊！呀，搿两个酱锅挂住搿家，便利店面的便利店。我不爱嘛！我们来干嘛这个？哦哟，哎，吓我一跳，神经错。
왜 갑자기 튀어나올 시간이야? 어? 你在干嘛？你想吃什么，自己去买。 我不是在这边买就好了吗？我有现金，还有支付宝、微信，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卖品，是花多少钱都卖不来的。我是让你出去买，但我把你当朋友，你也太过分了吧？又不是我请你来的，是你自己要来的。哇，金枪头妈的，呀，生地主，不让我碰东西就算了，然后什么摸个棋盘也不行，吃个东西也不行，是不是太过分了？我把你当很好的朋友，那你还要住吗？当然住，住哪里？ 哎，你是要让我睡沙发？对呀。没有客房吗？没有。哎，那不就是客房吗？我觉得。别动，那是专属客房，你不许住。够狠。 但没关系，啊，沙发我也很喜欢，感觉很舒服，不错。晚安。晚安。哎呦，乔哥，哎，这么快就睡觉吗？才几点啊？哎，那个厕所在哪里？有没有毛巾？我想洗个澡。 赵云勋真的住你们家了吗？嗯。哎呀，那明天就决赛了，他影不影响你啊？他已经睡着了，并且睡得很吵。那会不会吵到你啊？说实话，有点。那怎么办呀？哎，要不这样吧，我顺着网线爬过去，把赵云勋打包带走。 这样好吧，我给你变个魔术，变完你就睡。嗯，好。从前，城堡里有一只小小小小鸟，它是国王与王后最小的公主。它破壳很久之后都不会飞，但是它的爸爸妈妈和朋友从来都没有放弃鼓励它。你看，它要飞起来，飞起来。 哎，变身喽！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悄悄说喜欢着我，让我偷偷猜，是否是你也在期待心底那一句 Nice to meet you。 飞走喽！哎，我这还没讲到小绵羊呢，你怎么都睡着了？好吧，就晚安吧。 别晃了，晃得我眼睛都花了。要不要我给你速效救心丸呀？你有吗？
哎呀，你别编了，我知道你有了。就你这点出息，对你家男朋友有点信心好不好？就我家男朋友了，不是。对盛景初有点信心。那赵彦勋虽然是韩国棋神，但你家盛景初那……闭麦。OK，Thank you。哎，对盛景初有点信心，他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棋坛神话，对不对？嗯。第一局虽然输了，那是客气客气，紧接着就扳回来了，决胜局肯定能赢，有点信心。我当然有信心了。他是谁呀？他是盛景初，他能输吗？不能。嗯，有信心啊。哼，屁股上像长了钉子似的。是你给我的力量。